我要伫咧大家面头前，甲这颗手指挂伫面做手头，当作定情。你敢？你这是去哪办公会啊？我唔是咧办公会啊，我对面做事早就甲恁讲过啊。你讲你的，我敢有同意啊？我的爱情，我家己会负责。林宏，就请你替阮做见证。谁讲要替你做见证？谁答应的啊？我叫什么人来大细声嘞？不是欢欢喜喜去因家兜，安怎啦？无啦，我拄才转来的路里，拄到一个车撞啊，弄到人嘛唔知影要回事嘞。哦，你实在。啊，昨暝都睏袂饱，火气遮大，去休睏，去，唔好安尼想东想西。我才无想东想西嘞，卡上伊乌白树。小李来。哎，阿秋，老师，他今天为啥啦？面色这么歹看？无啦，可能一寡感觉也抓袂着，感觉怯怯啦。安尼啊，我看觅，袂歹啊。大部分拢是我家己想的，毋是真实的啦。这样看会出来，这个人吼，心内有无底套的痛苦，甲热情啦。是嘞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感觉。叶秋啊，啊，这是你熟悉的人啊？这是我自细汉做大汉的好朋友啦。啊！但我想讲，即马时间我行会袂赴，所以找一个我家己较熟的人，安尼较我都感觉抓会准，也较有抓着真实啦。不是，啊是有啥物所在无妥当着？啊，无啦，我是咧想讲吼，这个主题，哦。老师，那是这个主题伤敏感，也无要紧啊。其实我不一定爱参加展览啊，也无到时阵造成你的麻烦，我嘛。我敢是惊麻烦的人，咱做艺术的只要专心为道啦，啊政治吼唔免插啦。你若敢话，我就敢展啦。来，你看这，我是咧想讲吼，这个铁窗是毋是会当小可会变形一下？就敢若参照迄逐日的冷静吼，用变形的时针来传达时间的流逝啦。啊，你是有咧听我啦？我所知影你的意思啊，就是用超现实主义来做。那安尼，毋但铁窗会当变形，甚至背景规个拢会使变形，安尼。就会当更加表达迄个感情的变化，啊，时间的无同。袂歹哦，叶秋，我讲头前你就知影后壁，看起来老师看人的眼光无唔对啦。对，叶秋，我看这个主角对你的意义应该真大，是毋是？啊，他都熟悉足久啊，做细汉做领导。叶秋啊，我是感觉吼，爱有一点仔希望啦。是，希望。是啊，拄只我意外着看你咧画图的时阵吼，结一个面相啦。啊，看到图了后，我嘛感觉真油文，喘袂过气啦。叶秋啊，你看，这个人伊敢是有生拄到代志，都捂住咧心内的人。叶秋。我相信你会当找到你家己的方向，我就等咧你的作品完成，加油啊！多谢老师。啊，我先来。是啊。
你的心应该拢是自由的哦。牵牵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。